小朋友们，我是阿小姐姐。快看，我身旁这辆红色的消防车，它可是用纸壳做出来的哦。然后再涂上颜色，有红色、白色、蓝色、黄色，还有黑色。哇哦，太神奇了！今天就和阿小姐姐一起制作吧。快看，我手上有两张一模一样的纸板。哦，上面这里一、二、三，哦，有三扇窗户。下面一、二，哇，这里是安装车轮的地方，我们先把车轮找到吧。在这边，嘿嘿，哦，这个就是车轮啊。我先把它折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呼呼，折好了，把它安上去吧。来喽，呼呼，先来安装这个。OK， 这个上面有卡口，这儿呢有卡舌，把它插进去就可以了。Go， 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最后一边五个。二小姐姐很厉害哦。你们快看，噔噔噔噔，嘿嘿，我们来查一查，一共有几个车轮吧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呜呼！阿小姐姐安装了四个车轮哦，好棒呀！哈哈，呜，噔噔噔，这都是什么呀？你们看啊，一、二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个是车窗，嘿嘿，下面的这两个可不是安装车轮的地方，这里是安装车灯的地方，我们把车灯找到吧。 OK， 把它拿过去喽。车灯在哪里？呜呼，一、二，哇，两个车灯哦，把它折一下，折好了。你们看，也是六边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个边哦，嘿嘿，把它装上去，来喽，呵呵。这回你们会安装了吗？我们直接把它插进去就可以了，嘿嘿。先插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三个。哦，出来了，哈哈，第四个，第五个，第六个，哦，我要拿起来看一下，出什么问题了吗？哦，这样就安装成功了。我们还差一个，把这个也装上去。OK。噔噔，嘿嘿，装好了。哇，就剩最后一个喽！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嗯，消防车有什么呢？消防车还有个指示灯，嘿嘿，那就把它放在最上面。哦，你们看，上面这里有四个卡口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然后我们把它插进去喽。哦哦，看这里，这里，这，哇，消防车拼接好了，接下来阿秀姐姐要给它涂上颜色喽。我准备了一些颜料，来看看。呼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哇，五种颜料哦。这些颜料你都认识吗？先来看一看。这个颜色是蓝色的，哦，还有白色的，呵呵，这个是红色的，哈哈，哇，这个是黑色的，哦，好黑呀，最后一个是黄色的，那么我就先来涂上黄色吧。 OK， 蘸一些，呵呵，开始喽。OK，
黄色的涂完了，那接下来我们换一个颜色，是白色的，开始涂吧。OK。白色的画好喽，接下来的颜色就是嘟嘟黑色的，我们来画车轮吧。 Ready go。OK， 哇，这边还有一个，继续画吧。呼，画好了，哇。那接下来就是嘟嘟红色的，把消防车红色的部分全部涂上。呜呼，大功告成，我的消防车制作好了，快来欣赏一下吧。哦，看这里，一二三，有三扇窗户哦，我涂成了黄色的。后再看看下面，一二，哦，有两个黑色的轮胎哦，哇，这里还有数字呢，一一九，我都涂成了白色的哦。对了，小朋友们，当发生火灾的时候，我们要拨打火警电话119，这个时候呢，消防员就会过来救援了，小朋友们你要记住哦。好了，阿肖姐姐要提问喽，我制作的消防车一共有几种颜色呢？快留言告诉我吧。最后不要忘记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